地方创生基金会陈美玲董事，NFT Taipei 吕季杰总召集人，三创郭守正董事长，Lutex 卢执行长，现场的社群艺术家，还有在线上的我们以太坊 Vitalik Buterin 创办人，Musk 跟 Bonfire Union 的苏吉烟创办人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凤，很高兴透过预录的方式来参与 NFT Taipei 论坛。我们知道，以去中心化作为核心精神的 Web3，让我们有机会跨出现在由少数跨境平台提供多数服务的网络世界，进而发展真正以个人需求出发的新一代数位服务。像 W3C 最近的 DIDS（Decentralized Identifier） 这种验证架构，减少了因为资料使用权限、资料归属等等争议衍生的众多议题，形成一种不需要单一中心化的注册机构，由个人自主控制的新形态数位公民识别，任何人都能够创作内容、共享利润，完全掌控自己的资料，充分实现数位时代里面人权保护跟安全信任的基本理念。近年来，Web3 的新兴科技工具，好比像说 NFT 这些，就成为大家争论新世界到底能不能落地的重点。但是，NFT 以前只能匿名交易，没有社群参与的状态，等于变相鼓励人性的贪婪，捐款潜逃、账号被害等等分身攻击、吸血攻击，到现在都时有所闻。我们今年8月底成立，就像是政府的新创单位，数位部持续从自己做起，示范应用包含 NFT 在内新的数位工具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希望让大家看到，透过 Soulbound 灵魂绑定这些技术，不但可行方便，而且是有正面的价值。好比像说我们正在举办的点子松，无论参加还是获奖，都会取得 SBT Soulbound Tokens。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灵魂账号，里面就好像收集的徽章一样，是社群认可的贡献记录。铸造之后就不能转让给别人。这个我们知道是在线上游戏里面所谓的灵魂绑定物品所来的概念。这样子的好处是避免投机，增加趣味。玩家不能躲起来刷装备，而是必须要充分运用灵魂绑定物品来面对社群共同的挑战跟任务。所以 SBT 因为能够成为彼此的认证机制，双方也公开交代了说到做到的过程，各自的真实度跟互信就有所提升。那么许多线上游戏不但有单方面使用的宝物，也有管理工会金库的投票权。同样的，SBT 是由灵魂所累积出来，也反映出了共创跟参与的权利。这些社会优势当然也有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，但是至少所有参与者都可以看到不平等，因此做出调整，鼓励更多元的协作。像这样子，我们大家共同在场，西马互通，就是 plurality 多元宇宙的基本想法。我们会持续示范跟应用适当的技术跟工具，让彼此可以顺畅交流，凝聚共识，开创出符合需求的场景，推动反映在地需求的创新应用，也为台湾跟世界打造出无限未来。感谢各位聆听，祝福论坛圆满顺利，Live long and prosper。